Roblox 知名游戏 Bed Wars 床站坏掉了。当你点选匹配，每次只要转绿色，过一段时间它又会继续匹配，你配不到人。如果你配到人，你进去也不会有敌人，就只会有你那一队，这是正常的事情，所以各位不用多担心。我今天原本想要玩一些幸运方块，结果我想要被挖摔掉，所以我就玩不了。那也有些人在问这个问题，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 Bed Wars 的问题，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。但这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因为这个 bug 去刷经验，去刷胜利数，因为没有敌人。Whatever. See you guys. Bye bye. See ya!